不知国师大人叫臣来，所谓何事啊？我想与丞相大人做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助我出宫，我助你儿子登上后位，丞相大人以为如何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哼，若日后您的儿子当上皇后，您就是国丈大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那么这天下还不都是您说了算？这对您来说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。若这您都不心动，那心动的人大有人在。陛下，早膳放哪儿？朕现在不饿。陛下不喝，是怕臣妾下毒。陛下，早朝还没散，您这是要去哪？苏秋，你不要命了？松手！竟敢毒害当今圣上！来人，抓起来！谁敢？